晓得，你为我们门不牢，母亲也想到人独自去吗？人是想出门去哟，在那一再去坑爹爹，他总是不允。是啊，母亲愿望知道，可惜小姐是个女子，你若是个男的，就帮你去了。我若是个男的，你的我一辆死一辆。小鬼，小弟要想出门读书，真乃愿望一再不用，今次小弟有一种的得了一的，这可是我是好，让我去看来。愿望，小弟刚在上，你不要去惊醒了他。你弟子之间不是听过不光先生嘞，这一个女男。嗯，大爷是的。不光先生，小心！别忘请你进去，女的，你我要小心一点。愿望不挂先生来了，愿望在上不挂人之力，请坐。谢愿望，请问愿望有无疑难？本小女向往在做事，死我不用，为此跃跃在地，彼此结修之后得请先生一步。此次待我不来，愿望早发快来，应该让你出门读书。哦，还是让他出门的好。是啊，等他六年一马新造名，身居贵王，空余最难。愿望还是让小弟出门的好。大行情更是大吉大利。哦，还是让他出门的好。哎呀，再怎么死的，再怎么死的。小丫头，你笑什么？你是你是应该应该你经过戏弄你母亲，对的，你
又叫张曼子一目破绽，如今你总该答应我去了。真是无脑，为国天地出名久呀，跑的路你有色系统，要做事为不可去先生来赴教导。弟弟，这样人与名师，总有名师，本来你是一个女孩子，为我死后放心不下。弟弟，女儿一定要去。愿望，如果不放小弟出门，小弟真的另外要升职，是何如何？那个。弟弟，女儿一定要去。妹妹，你一定要去。为母一定就是弟弟。但你的姐，你只去假装的事，岂不可如此破绽？三年也没无需说归，唐家又要是一件家事，即说归来。女儿遵命。本兄请了，小弟有礼，不想晚礼，请。仁兄真心大名，夫居何处？现住明英台，常与作家称人事。哦，仁兄之规矩两三百啊，
本兄更是去养人读书，正是小弟也去养人帮书记哟。好记好记。你们到哪里去的？当人去读书。我们也到个去读书啊。那巧极了，小弟小弟好端端在家里，你得他个人。孟姜，要是小弟能一同出来读书，那就好了。怎么，林妹也想出门读书？本兄也说不出。请问左文兄今年？小弟一岁六岁。哦，我今年已一十七岁了。哦，遇到张飞为兄一岁为弟，请上敬我一杯。敬我一杯。Oh,
夜里啊，你母同他三年根，今日回见儿乖，只有女子的儿乖。夜里啊，你这儿都为无意，两兄你这文章不专心，为什么看来看去看不定，把飞母的更快，想起当年的小时分，自家心念念与苗为趁人家我大爱乖意，以有你在下陪你母亲呀，我也的不必怒气贼。梁天公，病生火呢？哦，夜里早的以兄七七去了。兄弟，人娃又有心来了。是不是又来催我们回去？
与满腹心思去南天，因为玉华谈笑无妨，因为原是原是家
一子两兄可人齐王配，大子与兄弟婚配，今日下文为不来，大子两兄亲弟弟，小弟替你祝他们，也得替我来祝们，为子千金哪一位，就是我家小姐妹，不知两兄可惜，九妹今年有几岁，与我同年啊，也是双胞胎，九妹与你可相像，她亲妈就在做应台，为子曾把开不开，家务做我先应台，多谢爷的来月台，两兄巧子子，哦，七巧，我家you
弟子思念家乡，思念家乡，须该归去。我有一事正要告诉于你。四母，请讲。应该与你同窗共读。
人，你这个妹啊，做得对。起藏起来，应该叫我夫家到相位，还不得他自己到他上位，昨夜做花去梁上的，上夜到做花上的，喜事嘞！喜事，喜事！弟弟，弟弟，你的喜事来了。门道无德，真色不配，女儿不嫁，为何不嫁？女儿愿侍奉弟弟终老一生。为母业务上杀得你离开歇下，怎奈女大当家，为母妻内无了儿的清脆。弟弟，女儿，女儿不女。哦，你两人都是世间，莫非你去你们小弟都是三岁，做了些什么？讲。宁静，半岁无妨。小弟两人都是三岁。嗯。与那贵妻两三百相公。两三百。你去进来隐隐不离哦，十八里松北堂的小弟娃。小弟娃请客是酒美
的哪有闺女是自求亲，马家子有名有品有无名，两三辈他与我祖家难联姻。不明白，小贼费尽两夜子，是我为人冤孽，请侬。小贼冒昧登门，望陈副大人见谅。哪里，哪里。两爷子像是路过恩师，那是得的草夫与神父大人问恩。不过，身边也往往应得也也力。哦，让我来送。梁相公，请用座。啊，您是？你是你的？你是奶奶，夫君。两爷的远道而来，请到此房小坐片刻，道明应待出见。哦，来。对两相公四望小坐。是，两相公请。谢人不大人，您请去请小姐下楼游客厢房。是。二妹，你叫小姐先来接我。两三百三十前来相逢，我看你还是不见的好。弟弟，我与两兄年纪近来同堂三载，远道来访，岂可不见？你已是马家的人了，你若为人一语，岂不问婚姻大事，当有无谋所知？弟弟。弟弟应年女儿在当庭请去许配，母妹母品做事不对，与四母为妹，与孙子为品，与礼无亏。马家乃是尊严之家，把有门第，两家虽是平安，却是亲不人家。应该
你好无礼，岂不知三路之德乃天经地义，你咋这么本我无足非为，不但有个妹妹，一位礼法都不用。应该为吾平生哪一件事不依从于你，别婚姻大事非同儿戏，为吾一家里蓄马家万难应该。年里三百有几百之年，就用你一件，你要好言相劝于他，叫他领娶做女。你今有请两相公。应得不要离言磨面，有色离俗。两爷子啊，沈不大人，应得借故两夜的两兄，两夜的远道而来，是老朽不能奉陪。应得一同三辈乃至结拜兄妹，你要好好困难，不得怠慢。银子你陪四舅下去洗洗。是两兄，你我在读书的时候乃是兄弟相称，此今你已这般长大，我还是黑夜的，还是在读书时的，我是女扮男装，你我应该兄弟相称，如今不妨兄妹相称。也没两兄，两兄，这里不是说话之处，请到小妹思虑小路。好，两兄，请。好，还是也没请。请你同我两
两兄，你我长林分手，别来可好？好，爷们家居，相比恩深。托两兄之福，也还好。两兄此来，是路过万事得到。特地到此，一来与神不大人问恩，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。九妹，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今世不报，两兄，小妹是从别你为家，弟弟做此，你讲小妹啊，你讲小妹终身。怎么样？呀！比他另一半婚配，大江三杯比你猜，哎，不为啊，不为。
相公。永旭，方才你家小弟也到，弟弟做事已将终身，难道这你家小弟已滚开？愿娃这次将小弟终身，是他走自自马来的梁相公，梁相公，梁相公，小弟兄，两兄，
两走长的路，我一片真心吐出来，我叫你心中双双来照应，我叫你观音堂上把堂拜，临别清去许久美，念着你花轿早来待，谁知道我与两兄难分得，我弟弟赢了马家妹，我与两兄难分婚，我弟弟娶了马家妹，我与两兄难分呀，我弟弟赢过马家妹。
妹，愚兄绝不怨你，你可知我为你一路上不由得怀里，是非法。
叫孙大力为谁？一文得，二文得，红黑是开两得，红的开大我做银的，黑的开大你俩。对对
缺而不饶，你为我总是不离不弃。难道你还想念那梁三伯不得？梁三伯一死，臣子不能不死。还是请魏武之爷好好梳妆照料。你为我千言万语都全不听，女儿立志不嫁人，立发家教再不为，我宁死不让。下回我替你拍了这门高情，难道我也受了你不得？你尽管私自放肆，你要问我气死你亲生老母。也好，不请弟弟依我一次，家弟弟比我当家人，女儿又是来求肯，叫人两三百坐等，叫人三千思念定，花轿先到吴家村。父母的兄妹啊，应该今天是我儿遇鬼之际，你怎能把一父母解去几位弟弟啥事不答应，要我上下咱不能。表弟，你吧，我就依你，可有一点，你须里面吃红，外面杀白。等几分时候，特去把一束布，好到马家交办贴地。宁夕，叔叔不是小弟梳妆上轿，不得有误。小弟，来此也是五桥镇，请小弟出轿。梁兄，啊！
中神女孟姜女，谁知晓西天比较乌鸦叫，谁知望啊你生小鬼的来人气啊，谁知晓你到你我的头下脚，谁知望啊大红花轿到你的家，谁知晓白衣素布来。